腰摆臀，还不时的撩起头发。 Miss A 的成员秀智不只有天使般的脸孔，还超会卖弄性感，有国民初恋封号的她形象健康，不少广告厂商都因此找她来代言。近日秀智又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晒出多张工作侧拍照，只见她穿着削肩又露腰的小可爱泡在水中，对着镜头大笑，可爱又妩媚的模样简直就像条美人鱼，尤其是这回眸一笑更是甜到电翻一堆粉丝，让网友们超好奇秀智到底是在拍广告还是写真。能唱能跳又能演的秀智，在韩国是首位在歌唱、戏剧、电影以及综艺领域都拿过新人奖的艺人。早前他就被韩国媒体点名，被认为是目前唯一能够威胁到广告女王全智贤地位的新生代演员。虽然当前他无论代言费或片酬都还比不上全智贤，不过光靠广告代言，秀智就替公司赚进了3亿元，演艺前途不可限量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